席上没见，席上没见，媒婆全凭两头传。什么叫丑男配淑女？哪叫淑女配丑男？天地良心全不管，只要媒婆我得钱，我得钱。我侯嫂，只因本城马太守的公子马文才看上了祝家庄的小姐祝英台了，所以呀，马太守把我叫到府里去，给了我许多的好处，让我呀给公子提亲。哎呦，我见了祝员外呀，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嘿，就把这门亲事说成了。哎，要说这日子过得可是真快，一转眼的功夫，今儿个就是下聘礼的好日子了。哟，时候不早了，把伙计们叫出来，该走了。哎，我说哥几个，哎，把东西拿好了，咱们该走了啊。是哦。哎，慢着点啊。哎呦，多留神，多在意这。哎，这可都是贵重的东西啊，可千万别磕了碰了喽，弄坏一样都赔不起呀。啊，哎哎，大伙儿多辛苦吧，早点送到了都有赏啊。子孝，相公，大一路。是了。先帝在杭州同学三载，情意相投，结为金兰之好。是他三年未满，接到家事，乘船返离，临近我送他下山之时，他曾言道家中有一娇妹，愿与我未婚，是我回去之后禀命老母，老母十分欢悦，命我去到他家择日迎娶。前面就是上玉香，四九相公，速速暂行走。是了。
喜七月门庭，只怕烦恼不顺心。夫人，今日乃是马家下聘之期，你为何这样闷闷不乐啊？哎，我想女儿若是知道马家前来下聘，她定然烦恼，她心中只有那了。这不是你们女人家当讲的话呀，恐怕少时又是一场争吵。此事我来做主，用不着你管呢。走着走着，哟，到了！哎，大伙儿先在这等一会儿啊。他这门口啊，有个老大爷，甭提多好说话了。哎，我瞧瞧他在家了没有啊？哎，老大爷，老大爷在家呢吗？哦。原来是后嫂。是我呀，您倒好啊。莫非下聘来了？哎呦，老大爷，别瞧您这岁数不小，您这计较可是真好啊。可不今儿个就是下聘里的好日子吗？您给我回一声啊。你且稍待，待我回禀员外。哎，我等着我等着。哎呦，老大爷人真好，老大爷胡子真长啊。启禀员外，后嫂下聘来了。还他们进来。是，后嫂。哎，员外还你，随我进来。哎，是喽是喽。哎，来来来，大伙儿都跟我进来啊，都进来。看见员外，看见恩人。哎哎，大伙儿来来来，都搁好了，搁好了。哎，小心着点儿啊！哎，轻点轻点啊！哎，可千万别磕了碰了都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大伙儿都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给员外爷道喜，给员外爷道喜，给恩人道喜，给恩人道喜。下面歇息去吧。哎，大伙儿歇着去吧啊！走了一道了，多歇会儿再走啊。员外爷，恩人聘礼呀、啊、都送到了，请您呢过过目，看看满意不满意呀、啊？好，待我看来。哎，您瞧瞧啊。哎呦，员外爷，人家马太守啊，为了小姐的亲事，那可真是费了心了。知道咱们家小姐能写会画，哎，您瞧这儿啊，就预备了一方宝宴。听说呀，这是马家的传家宝啊。哎，员外爷，嗯，您知道他是哪朝的吗？嗯，哟，您不知道啊？嗨。哎，他就是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员外爷，您瞧这儿啊，还有一张古琴呢。哎，知道咱们家小姐能唱会谱曲子。哎，这要是闲着没事啊，这个弹弹琴呐、啊，唱唱曲儿啊，作作诗啊，多好的事情啊！哎，干脆我呀。把这些礼物都给您说说，您瞧好不好啊？哎，好，慢慢讲来。哎，是是是，那如此员外，您听了。尊员外，您听我言，小姐的亲事可不等闲，马家差人把彩礼办，样样办的都齐全，小姐写字用宝砚。这是马家的祖辈传，闷来时把琴弹，闺房知了呀多么甜。金如意，碧玉簪，样样聘礼他都值钱。还有这顶凤冠，五光十色真好看，上有珍珠3333，可不是媒婆子不开眼。员外见了也喜欢，也喜欢。看上。
哎呦，嘿，谢谢袁老爷，哎呦，派人送聘礼了，谢谢，我给小姐送个信儿去。袁老爷，您瞧，您喜欢了不是？嘿嘿，您这一喜欢呢，我呀就更喜欢喽。回头啊，我一告诉马太守，他呀就甭提多喜欢啦。再砍伤啊！哎呦，嘿嘿嘿，谢谢员外，谢谢恩人。下面歇息去吧。哎，是喽，那我就回去了啊。哎呦，您瞧瞧，这祝员外多大方啊，来一回赏一回呀。哎呀，早知道他这么大方，赶明儿个我天天来。啊，夫人，元帅，女儿若见了这些个聘礼，自然就打动了他的心意呀。只怕未必吧。此事不用你管，阿银心。元帅，什么事啊？唤你家小王姐前来。是啦。夫人，你我暂且闪躲一旁，看看女儿她的心意而何。
员外，这些聘礼是谁家送来的呀？儿啊，你在外面求学三年，乡里乡亲无不称赞，今有我们的同乡前来提亲，为父依然应允，今日就下聘来了啊。是那南乡马太守为他子前来求亲，为父依然应允，将我儿的终身许配他子马文才爷了。儿啊，那马文才家业好，富人品吃重，我儿得此佳婿，真是荣华不尽，富贵无穷，难道你还有什么不称心不满意的吗？啊，弟弟，那马太守弟弟与他回过面无忧啊？无忧。那马文才想必见过礼。也无忧，虽非为父亲眼得见，据媒婆言道，他家都是好的呀。弟弟，你可是疼爱女儿么？哎呀呀，为父膝下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焉有不疼爱之理呀？这就是了，像那马家父子，弟弟与他们从未见面，只听媒婆一面之词，仅将女儿许与一个不知底细的人家，难道弟弟你就是这样疼爱女儿吗？啊，儿啊，那马文才家世豪富，无一不好，你呀，你就不要胡挑剔的了啊。弟弟呀，像那马家父子在这一方被他害的不知有多少人家，早已臭名远扬，难道弟弟不知真正的不孝母？依你便怎么样啊？若以女儿之见，只有请求弟弟将马家这些肮脏聘礼退还。哦，难道我儿就不知三从四德吗？女儿怎么不知？想这三从四德，不知冤屈了多少好妇女，错配多少好姻缘。弟弟若要女儿顺从弟弟之命嫁那马家之子，女儿是实难从命的。啊，你要嫁活的人家，
你到底要嫁何的人家呀？女儿从杭州回来的时节，老师与我带回的书信，爹爹不是观看了吗？哦，你莫非一定要嫁那穷书生梁山伯不成吗？是啊，女儿要嫁就一定嫁那穷书生梁山伯。我多感他对我深情爱护，我多感他对我痴痴的关怀。爹爹，两军爱我，我爱两军，两军非我不娶，我非两军不嫁。爹爹，哎呀，爹爹呀！我看那马甲之子，真乃禽兽不如也。尔待怎样？禽兽不如也。不明，一中三重
相公道，员外两相公道，不见是啊，传来传来，哎呀，且止。本当不见这国奴才，只是我女儿为他纠缠不清，这、有了，不免将马家定亲之事对他说明，他也就死了这条心了。还他进来。遵命，有请两相公。
梁相公，我家员外有亲，随我进来。烦请带路。梁相公，这就是我家员外，上前见礼。哦，是是是。伯父在上，小侄梁山伯拜见。不必拜了。啊，梁相公，到此何事啊？小侄与知县弟在杭州同学三载，情谊相投，临别之时曾约定到府中拜见伯父伯母。银台并非男儿，乃是我的小女啊。太原来是一女子，我与她同学三载，竟不知此事，真乃奇人奇事，可亲可敬。是啊，我也没看出来呀。啊，伯父，可容我二人一见否？他一心求学，才改扮男装，如今应当避嫌，就不必见了。哦，是是是是。啊，伯父，临行我送他下山之时，他曾言道家中有一娇妹，愿与我结为千金之好，此事还望伯父垂云。银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银台，哪有第二个？哎呀，怎么，银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银台，定是银台自诩终身，无疑的了。哎，八成儿是那么回事儿。此事更需伯父偏允，小侄终身感激，终身感激。梁相公，我就对你试试了吧。我那女儿依然许配马太守之子马文才呀。怎么，那银台他许配那马文才了？是啊，怎能再许配于你呀，伯父啊？相公，话已讲明，不必多叙了。啊，伯父。请便吧。请便吧。贤弟么？是啊，你为何要走啊？
食材伯父告我真相，你已许配马家，还不许你我见面，若非再次一见，总是也不甘心。明星带领梁相公到后花园中太湖石边等我，我稍事就来。是的，梁相公随我来。故而将他赶了出去了啊！弟弟，你看梁兄人品如何嘛？江湖如今你已是马家的人了，你那心中要放民百姓呀。弟弟，难道你竟忍心将女儿我嫁于一个不相识之人吗？你有悔
来此时把心变，不该败坏我门庭。没说之言父母命，奴才全部放在了心。眼前富贵不受用，一心要嫁求世人，今日再不遵父命，我就不要。是不但我就我要，是不但我你只怪玉兄贪图喜事，故而来迟。适才伯父告我真相，你已许配马甲，你我好事成空，怎不叫人伤心？贤弟，这是你怎么的玉佩？你拿回去吧。你拿回去吧。
相兄，英台此身一虚，此心不悔，待等两兄走后，我再与爹爹立证此事，倘若无法挽回，我绝不负两兄就是日思情深，与兄终身难忘。我在此久留不易，望贤弟多多保重身体，与兄告辞了。相公，您这是怎么了？
姐。四舅，你家相公他死了。相公临死的时候把玉佩交给我，让我把它给您送回来。葬在青岛山旁。哦，青岛山旁，我知道了，你速速去吧。是稀奇，你为何这样闷闷不乐啊？啊，员外，你有所不知，只因女儿这几日在房中闷闷不乐，我也曾相劝于她，只是她不肯听我之言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你就该好言相劝的才是啊。只是她哭啼啼不肯示状，你叫我是怎样的相劝呐？
少时花轿倒门，他若不失庄，这便日祸是好啊！哎、这便日祸是好啊！啊，夫人，你可曾听见呐、啊？见什么？远远孤月之声，相识花轿就要倒门了。哎，快快催女儿上庄去吧！哎呀，好事你来做主，这为难的事儿，反叫我来承担。你快去呀！哎，走着走着走着！大伙儿先在这等一会儿啊，给员外爷道喜。哦、哎呦，员外爷，执事们都在外边伺候着呢，哦、快叫小姐上轿吧。我那女儿她还未曾失庄啊，你要登上一登啊。哎呦，那您可得快着点啊，好好好，这别误了吉时、啊。哦，是是是是，登上一登，登上一登。啊，员外，女儿现在那里鞋子，她不肯试装，这便日祸是好啊！你要好言相劝的才是啊！我不去呀、啊哎！你去呀、啊！不去、啊！哎，老大爷，您请过来。哦，何事啊？这是我家相公的一封遗书，烦劳您交给小姐。您可一定交给小姐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这谢谢您了，相公。活人的书信，梁相公的遗书。哦，好，拿来我看。哦，是是是。我今已死，无别恨。待等贤妹哭一声，今生不能借千金，贤妹呀贤妹，死在九泉，目不亡命。哦，梁山伯死了，哎，我那女儿若知道她死了，自然就上轿去了啊。银心，快把这封书信叫你家小姐看上一看，快去快去！啊，夫人，这就好了啊！
快上轿啊，去吧。请过来吧。何事啊？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呀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你有何之意呀？干脆让小姐呀就这样上轿得了。啊，就这样啊？到梁相公坟前祭奠祭奠，换上吉服再抬到马家去呀。哎，您说，要不然我可怎么交代呀？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，隐心将继父教育后嫂。啊儿啊，少时到了坟前祭奠一毕，你就将继父穿上，不要为难为娘了。小孩儿肝肠寸断，你不深我不疼我，而是你怨心里里痛里面羞吧。
这个时候了啊，这是要下雨呀、啊、小姐怎么还不走啊？哎，小姐您瞧瞧，天到这个时候了，赶紧换上吉服上轿吧。到哪里去？到马家去啊。到马家啊，此地就是我的家。啊，哎呦，这是梁相公的坟，怎么说是您的家呀？您赶紧上轿吧。休得妄想。终日坐地居士，伤天害理之事，我恨不能杀儿之头，去儿心肝，祭奠两兄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哎呦，小姐这是疯了，我赶紧找员外爷去，我找员外爷去吧。其实看他此去定然搬来员外，苦苦相逼于我，我不免祭奠一番，跟随两兄去吧。取小斧还上吉服上轿去吧。你害死了两兄，如今又来相逼孩儿去往马家，像你这样绝情绝义，我只有一死而已。小姐使不得呀！哎哎呦，小姐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呦，小姐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哎哎哎，哎呀妈！哎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小姐使不得，哎呦，使不得呀！哎呀，小姐，使不得呀！